美德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城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台南市长照机构防疫工作，这会捐赠3000件隔离衣和200件防护衣，给台南市135间老扶机构和新众机构交合举办捐赠仪式，由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并且颁发感谢证。谢谢上城公司林仁德总经理，还有亮威公司林君豪董事长，他们共同捐赠了3000件的隔离衣跟200件的防护衣。我想说，对于保护防疫人员，尤其在社福机构接触许多医疗工作相关的防疫工作要做的时候，那防疫人员他的装备是很重要的。那隔离衣、防护衣跟口罩一样，的重要，都是让防疫人员，包括面罩或是包括防护目镜，这些都是让防疫人员在帮助病患或是帮助院生或是这个执行防疫工作的时候有做受到最好的保护。那非常感谢善成公司还有亮威公司还有美德集团能够对于防疫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帮忙跟贡献。